最近有一部新戏口碑非常之唔错，而且咧亦都夺去咗好多观众嘅眼泪啊！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开心啦，可以请嚟两位主演同我哋倾下偈噶，我哋欢迎叶童同埋梁家辉噶 ，Hello 两位，哇！我见到咧喺个戏院里面咧有好多观众咧系咁要掹纸巾出嚟抹眼泪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观众都介绍下你哋嗰个角色系点样嘅呢？我哋个角色啊，我哋系一对执垃圾啊！唔係，我係一個回收廢品的老闆。嗯，咁你係我太太，即係我老婆。我是一個。你是一個有腦退化、腦退化症嘅嘅，同埋老太太症嘅。嗯，有病嘅。嘅我老婆。咁其實就係我哋嗰個條線，其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一條線嚟嘅，係一對夫婦就是生活打拼的那種，只不過就是去到後來有些撐不住了，有些累了，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些比較消極的方法去走我們的生我們的路這樣。你們的氣氛很多都很觀眾看到很心噏的，其實你們拍完那段期間會不會 都很難抽離咧，其實嗰啲氣氛。哦，咁我又唔會喎。係，我好鬼專業噶喎。我話抽就抽噶啦，話你。係。但係拍嗰陣時咧，就真係好噏嘅。係。因為即係對我嚟講啊，畢竟係一個真係幾嶄新嘅一個角色。咁我以前都從來未試過做一個咁樣嘅角色，咁所以喺拍戲嘅過程裏邊咧，嗰個過程裏邊我係。成日都係屈住屈住，有好多嘢係屈住屈住，即係無論我個生活環境啊，我的家庭環境啊，包括我同我老婆之間嘅嗰種遭遇啊，到最後我哋嘅結局啊，其實都係會帶住好多嘅抑鬱喺裏邊。係啊，咁但係就我好彩啦，呢次即係導演安排咗一個咁好嘅老婆俾我。啊，咁佢事實上一次喺呢個戲裏邊咧。佢係令到我在我的演藝事業上邊咧，係有一個好新層次的提升。因為佢很有要求嘅，所以佢對自己的要求係有陣時係太多啦。我覺得，其實你已經做得很好嘅，只不過你係覺得唔夠好，所以你就會緊張咯。咁我有陣時就會成日，我成日都覺得困嗰樣嘢係最原始、最好睇、最靚嘅，即係你。想得太多可能那件事就真的 會計算了，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說不如你將你計劃了那套不要想去變成另外一件事，他又會蛤這樣不行這樣會很緊張。其實有幾幕大家都看得很厲害的，就是其中有一幕就是可能什麼事先你有一幕是病發，就在家輝哥的懷抱之中是這樣送我走，那一場是不是都是要在現場大家即席可能去困啲嘢出嚟咁樣嘅咧。嗰場戲其實好嘥體能嘅，因為真係好多內心發放嘅東西出嚟。咁所以我哋基本上都唔係冇排到，亦都冇去。因為我哋一排戲咧，一早已經做曬嘅啦。我哋其實呢個戲如果大家覺得好睇咧，我覺得有好多分數咧係可以擺喺導演先前。俾我哋嗰個排戲過程裏邊嘅，我哋喺戲開拍之前，我哋係花咗兩個禮拜去排我哋嘅成出戲嘅。咁所以我哋完全係已經係將覺得最唔好嘅演曬出嚟。篩選曬。咁所以當我哋去到現場嘅時候，其實大家已經知道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嗰啲能量啊，唔需要再試嚟試去咯。所以嗰啲能量就可以好集中咯。記得特別留意嗰一場戲咧。其實我嘅痛咧係嚟自於葉童嘅。係。點解咧？係因為佢一路咧，我唔知佢係個膊頭啊，定係個頭啊，定係個咁你調整我，一路壓住我咧，壓到我全身嘅血液已經流通唔到。所以到已經 cut 咗機之後咧，我依然覺得好痛，好痛。所以咧喺現場嘅就流出一啲片段咯。一 cut 咗機之後咧，大家都啊回復自然嘅時候，我就好痛啊，好痛。咁呢個係假戲真做定戲假情真啊？唔係，咁呢啲係入戲嘅時候大家嘅一個。咁又覺得啲痛得正喎，啱喎，哎呀痛得好正，哎呀唔好放啊！呢就係演員之間咧，我幫到你就係呢樣啦，係嘛？出口嘅秘密嚟嘅。
嘅。究竟嗰陣時嘅咁又講出嚟，係嚟自於裏邊咧，定係外在咧？定係由內至外咧？定係由外至內嘅痛咧？咁都有可能。大家即係去睇呢部戲嘅時候咧，就要即係。即係關注一下呢啲咁嘅位置。今日另外仲有一幕咧，就係要孭住事先啦。嗰場有冇啲好難忘嘅嘢發生咁樣咧？嗰場都幾好笑嘅，其實係啊，好笑嘅。係啊，因為係我哋第一日拍嘅第一場戲。第一日嚟。係啊，第一日啊嘛，係咪？係咧。咁跟住咧，佢就排啊，無論排啊，無論試啊，無論係咩情況咧，佢都堅持要孭住我嘅。排試都要啊！我就已經不停咁樣拒絕噶啦。我已經話唔使啦，即係排啫嘛，唔使啦。即係享受嘅，佢都係。即係佢好盡責咯，我覺得。即係好盡責，佢要完成佢嘅工作咁。係。咁就結果排完之後咧，就係咪啊？嗯。就覺得有冇乜嘢，冇乜嘢。有啲好認真地彎腰啦。我有做賽後檢討嘅。我每一次我拍完戲之後，每一日翻去我都有。寫低究竟因咩事拍咗咁多天？點解會咁痛咧？條腰係啦，點解條腰會咁樣樣？點會傷成咁樣樣咧？係。咁原來我嗰日係淨係孭你嗰嗰個行上條路嗰個戲。嗯。我哋係拍咗25個天，總共。係啊，因為嗰場戲我哋做，我哋行咗25次。因為其實嗰場戲除咗我哋先前排咗大概咁樣行走之外，佢仲有好多臨場嘅覺得好好嘅意見可以提供俾大家。咁於是乎咧，係啦，咁於是乎就有唔同嘅版本啦。其實咧，即係雖然都係幾辛苦嘅一件事，但係咧，原來咁樣孭法咧，我哋唔係兩夫妻，但係我哋要飾演一對年老嘅夫妻，即係已經大家一齊生活咗咁多年。咁我平時雖然同佢相熟啫，但係我哋好少有啲咁嘅肉體接觸嘅。咁但係一開工第一日咧，就要孭住佢行咗25次，一條斜路，一條暗斜嘅斜路。我發覺原來嗰種背負、嗰種承擔同埋嗰種接觸咧，係真係可以增進我對佢之間嘅嗰一份情感嘅。係，呢個係真係孭出一個情感來。咁你？他餵你吃粥那一幕，你會不會又是吃了幾十口粥這樣？那個不是的，那個都是在個框框範圍裡面都是找感覺的，因為那場戲都是一個 感覺的戲來的，是所以是那場戲其實我們拍了很久的，基本上我們有試過拍完之後回去再檢討完之後再拍嘅，但係唔係話係設計嘅，只不過好多嘢都覺得有一啲位嗰種感覺啊、嗰種感受啊，要去到啲啊，咁所以就有咁嘅要求再拍咁樣。有一樣嘢咧，我真係好佩服佢嘅，佢喺成個戲裏邊咧，無論佢嗰個感情嘅傳遞啊。即係輸出啊，或者俾到對手演員嘅嗰種感覺咧，係好強烈嘅，係永遠都係永遠都係好準確嘅。但我佩服佢邊樣嘢咧？佢有一堂永遠流唔完嘅鼻涕，我都唔知點解，咪凍啊！係個個鏡頭都有嘅喎，係啊！呢個鏡頭幫佢抹完啦，下一個鏡頭一嚟又有，仲係連戲嘅添。我都不明白他點解可以連戲啊！聽唔聽到啊？唔係啊！你係真係永遠唔會過嘴唇，唔會過口唇，係到有個音力咁樣喺度，係啦，就喺度影後嚟噶嘛，係啦，所以咧就會引發到咧加咗好多咧，我有內就係喺餵藥嘅過程裏邊咧，仲要幫佢擦鼻涕啊！喺洗面嘅過程佢又有嘅喎，唔知點解真係好似真係人造落去咁，但係又唔係人造落去，覺得觀眾係好容易睇得出。呢個係好自然嘅一堂鼻涕，呢樣嘢係即係演技嘅。觀眾唔會特登為咗我個鼻涕而睇你出嚟 ，OK？ 所以咧，關於呢一點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唔聽我講咧，你就會錯過咗一個演員最好嘅演出啦。係 ，OK， 我寫抄低先。例如梁家輝嘅點樣猶豫一下，然之後都抹。這個才是正格，
最精彩的地方。精彩的地方嚇。嗱，我哋將悲哀留俾電影。係啊，我哋今日嘅訪談咧，應該係歡樂嘅。你哋喺你個人生中有冇一啲 moment 你都會去諗過啊？變老呢個問題咧，會唔會都有懼怕過呢件事咧？其實。嘿，我由董姓嗰日開始已經諗通曬呢啲，係怨文其詳。冇啊，我其實係一個點講咧？我相信我係一個好分析能力好強嘅，或者我係一個天，即係喺呢方面我係一個天才。我由董姓嗰日已經開始清楚到，原來我嘅人生第一係苦短，第二生老病死係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經過的階段，而生命在個宇宙裏面是很短促的一樣嘢，即係喺好短時間的一樣嘢。咁所以我其實是由董姓嗰日開始，我已經很知道，我不是計劃啊，其實我已經知道我應該怎樣好好地去用我呢個咁短的時間去完成我自己。希望自己完成到的一個人生旅程。我又不會想變老的，其實我日日照鏡我都覺得我還是那個樣子。但是當然可能見到啲小朋友長大啊，或者見到一些很久沒見的朋友，然後見到對方的樣子，啊，你的樣子這樣的，可能我的樣子都是這樣的時候，我才發覺我原來魔鏡魔鏡，原來年齡其實不是在個心裏面，魔鏡魔鏡，年齡其實是在一個外表裏面，其實就是個殼的，即係好像一架車一樣，即係個機件係嘛，機件運行會有一個年份，即係人亦都一樣。咁但係我不會去特登去諗老呢樣嘢，即係點你點會無端端去想老咗會點樣？我唔會咯。咁但係係係如果人生係要計劃嘅話，咁當然要計劃哦。如果老咗之後要點樣樣去準備？準備或者係過我生活咁樣。咁但係對我嚟講，我係覺得長大先至係一個。越長大，我覺得我的智慧嗰個增長先至係越無價。你後生嘅時候是不會有的，你後生嘅時候你有的係當然是活力啊、青春啊。咁老老實實啦，我想你答我。美麗啊！你而家老成咁，你的智慧不是很高？我覺得我智慧是學無止境的，我每日會更聰明的，每日聰明多一點。攞個膊頭鋸佢。唔係，但係咧，即係呢個。這個葉童呢，你不用聽來聽去，我會就勁。不是，因為你真的你要經歷你才會長智慧的嘛，你沒有經歷哪裡有智慧的。不是，我明白，但是我是一個天生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很小個的時候我已經明白已經明白到人生應該是怎樣。我亦都沒有計劃去，即是去計劃我的人生。為什麼呢？因為我明白我很清楚，因為你小個時候可能有很多經歷，所以你見的東西比較多。其實不是，我都是一個普通家庭出來的一個小孩，是吧？但是即那種所謂經歷，就是我不是說試過很窮，亦都不是說出世的時候很有錢，不是說啊，即是什麼酸甜苦辣鹹，在不知道幾多歲之前就已經瘦過了。但其實我真的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很天才型的人物，就是，對於人生來說。看這部戲學到多少東西，但也要問一問智姐。智姐你今最近其中一個女女成家立室，某程度上女女都是你的所有的，你的全世界的，你那一刻會不會都有些很感動又很不捨得這樣？不是，怎會啊，是女兒嘛。太大了，你會不捨得咁樣嗰下？佢可能跟住就可能就要成日都要陪住個佢自己嘅家庭。冇啊！我都話我係一個，即係我係一個智者嚟噶嘛。即係由佢哋出世嗰日開始，我已經諗好曬將來會有啲咩事發生。即係我唔係計劃呢啲事發生喎，但係即係希望係咁樣發生。咁right time, right person, right place， 即係啱嘅時候。啱嘅對象，啱嘅地方 ，it happens it happens， 咁啊 happen 咗啦，咁應該係值得一件高興嘅事啊，唔應該值得，yeah that's good， 咁你只可以而家搭唔到手指點，孭完阿葉童之後，腰骨有啲問題，其實
that's good， 然後即係人生行到呢一步，原來仲可以經歷一啲咁樣，令你覺得，哎，我完成咗我作為一個父親嘅呢一個人生裏邊嘅一個使命。跟住等抱孫，嗱，唔好話責任，跟住等做阿爺啦。係啦，跟住我就啊幻想，咦，好快嘅未來，如果我仲有體力，如果我條腰骨仲係 S 嘅時候。當我可以抱我外孫的時候，我係我係 S 咁樣，S 上台 S 咁樣抱住佢，就唔使買牀仔啦。係，咁你話人生係幾咁開心嘅一件事啊？係嘛？冇錯，係嘛？冇錯。即係如果成日去諗下老啊，哎呀點啊，呢樣係擔心啊，嗰樣係擔心啊，咁所以就人生係會比較難過嘅。嗯，我覺得我咁嘅人生行到呢一步咧，我都相當即係嚇。感恩同埋覺得幸福啊暫時仲係未美滿，當可以 S 咁樣樣，咁我就覺得係美滿，就非常美滿啦，係啊係啊，亦都好多謝阿全今日你嘅訪問，多謝你幫我 round up， 阿全，知唔知啊？今日我叫你嚟啊，嗱，有留意電影嘅觀眾斟酌下，知唔知點解我今日叫阿全嚟？看看哪套戲留下 comment 給我們好了好了，今天啦非常開心跟兩位聊這麼多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謝謝，我相信觀眾看完套戲更加學得更加多東西，希望下次再跟兩位訪問，好啊， Thank you， 謝謝，謝謝。